包师傅有办法。整好啦，你中唔中意啊？唔中意。譬如我好普通啊，我上次嚟你都系帮我整同一个造型嘅。忌廉蓝莓喺士多啤梨上面沈糖霜，过晒时啦。你自己睇下，睇下出面系点讲你间铺啊？冇嚟新意啊！我要揾过第二间跟得上潮流嘅理发店。各位观众，面包理发店系咪已经跟唔上潮流呢？好多包饼镇居民都话面包理发店整嘅发型冇新意。就呢个重要议题，你有啲咩意见呢？面包理发店有啲潮流触觉嘅都唔会再去噶啦。嗰、那个松饼真系好大胆啊！你好，边度嚟噶？我入错咗铺头添，个地址错嘅，入咗去整头就弊啦。究竟点解会咁样噶？我整嘅造型真系过晒气。包师傅饮茶啊，你要放松啲啊，你面色好差啊。我上次嚟你都系帮我整同一个造型嘅，有啲潮流触觉嘅都唔会再去噶啦。入咗去整头就弊啦。唔系，我仲未过气噶。有咩事啊？好好，你睇下佢头顶。咁嘅咩事？做咩啊？你个头顶好大件事啊，包师傅。咩啊？有咩咁大件事啊？今次弊啦，身为一个理发师，一个理发师居然有头发嘅问题。我都听过太大压力对头发唔好噶，好可怜啊！一定系啲舆论造成噶。等阵先，我边有压力啊？谂到啦，唔使担心，我有个方法可以帮你。咁就帮到我？呢招叫做种出生机啊，跟住加啲营养液。好嘢！好香喎，系咩植物嚟噶？系罗勒啊，罗勒生得好快，所以好快你个头就会长满茂密嘅罗勒噶啦。你讲笑咩？我系面包，唔系盆栽嚟噶。咩都试下啊嘛。有办法，我听讲适度咁按摩头皮可以促进头发生长噶。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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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翻你按摩啊！有量咩啊？面粉同鸡蛋可能可以令你稀疏嘅面包皮头发再生。咪咁啦，都唔系咁稀疏啫。唉，咁又真系冇以前咁浓密嘅。冻冰冰。到听朝早，我个头应该会正常翻。天光啦，而家我嘅头发烦恼应该就会消失。唔止冇效果，仲越嚟越差。我而家咁仲难睇。喂，你好。包师傅，你迟到啦。有好多顾客喺度等紧你啊！我等咗成个钟头啦。系咯，理发师去咗边度啊？吓，有客啊！我知啦，我即刻翻嚟啦。我咁样点出街啊？啊哈！弊啦，迟晒大到。一个紧一个，唔好跑啊！无论点，我都绝对唔可以俾顶帽甩落嚟嘅。小朋友，唔好跑啊！好彩啫，顶帽冇甩到。仲差几步咋？点解包师傅仲未翻到嘅？包师傅，你快啲醒下啦！发生咩事啊？哇，佢个头做咩啊？点解佢个头咁嘅？
佢系咪真系包师傅嚟噶？身为理发师个头咁嘅，佢个样好古怪啊！冇事噶，你唔好喊啦。有啲面包个样系特别啲噶啦。佢啲面包皮系咪就嚟甩啦？如果我喺呢度整头，个头系咪都会咁噶？唔敢想象啊！弊啦，点算啊？点算啊？唔好喊啦，越喊越难睇啊！你仲喺度讲风凉话？唔系你突然开门，我顶帽都唔会甩落嚟啦。冷静啲，都唔系咁差啫。以你嘅能力，要令个头好睇啲，唔系咩难事。唔系咁差，我块面包皮用嚟跳绳都得啦，唔通要我咁啦？打个蝴蝶结好唔好？哇！梗系唔好啦，我冇晒办法啦。好犀利呀！都话佢系个天才嚟嘅啦。包师傅，呢啲就系你一直揾紧嘅新发型嚟啦。有创意又独特，仲好新潮。啊！你话呢个造型好新潮？系呀，你问十个十个都会觉得好啊。嗯，真嘅？哇！哇！睇下佢，好特别啊！我都第一次见嘅啫。哇！呢个孖辫头真系好前卫啊！简直就系潮流指标。哇！哇！真系好创新啊！系今季嘅新造型啊！我要入去佢间铺头整头啦。哇！你啲造型一个好过一个啊，简直系潮流教主啊，包师傅。哇！我中意佢嘅造型，我都要整翻个啊！真系好有特色啊！包师傅呢个造型叫咩名啊？帮我哋整啊！我哋都想新潮啲啊！全新热话，呢度就系新潮流嘅发源地——面包理发店。唉，你好啊！你嘅新造型好受新一代欢迎，成为潮流指标。我等咗好耐噶啦，帮我整，我排紧噶。你有啲咩感想？哎呀，帮我啊，帮我整啊！你觉得点啊？等咗好耐啦。小威嘅糕点小故事，提拉米苏。我系小威，嗨。欢迎收看糕点小故事。好多人在吃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开心，如果你是这种甜品的拥趸，你会更加明白我说什么。这种甜品可以帮人将烦恼一扫而空，看看包师傅。我说的就是提拉米苏，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提拉米苏的历史。首先要由70年代意大利的亨佩尔夫妇讲起。他们当时因为屋企多了个新成员而很幸福，但是幸福的日子不长久。坎佩尔太太生完 BB 之后身体很差，好彩他先生一直悉心照顾他。好嘢啊，他终于好翻啦。老婆，好可惜他的身体仍然很虚弱，成日都揸唔实啲嘢。佢奶奶听到佢身体有问题，就嚟咗佢哋屋企帮手。佢煮咗好多好味嘅菜式俾坎佩尔太太食，但系坎佩尔太太嘅胃口一直都唔好。点做好呢？我个新抱食咁少嘢，对身体唔好噶。啊，等我用佢最中意嘅嘢做材料，整一种新嘅甜品俾佢食先。首先，佢整咗啲吉士忌廉。再加了一些坎佩尔太太最喜欢的马加邦尼芝士，再加了可以提神的咖啡。一开始坎佩尔太太都是没有胃口，所以不想吃，但是吃了一啖之后，她很喜欢这种甜品，还吃了整杯。这种甜品真的好味道难以置信啊。太好了，见到你这么喜欢吃，我真的很开心啊。全靠她奶奶为她发明的甜品，坎佩尔太太逐渐回复精神和健康。最后她好翻晒，还做翻嘢，在她先生间餐厅做厨师。奶奶回到自己屋企之后，坎佩尔太太都有继续整这种新甜品给自己吃。咦，是什么来的？
啲顾客都好好奇呢种新奇嘅甜品系乜嘢。呢杯系我奶奶喺我唔舒服嗰阵特登为我发明嘅甜品嚟噶。嗯，哇，好好味啊！索性写入佢哋餐牌啦。啲顾客仲提议将呢个甜品写入餐牌，佢哋都赞成啊。佢哋将呢种新甜品叫做提拉米苏，时至今日，佢成为咗人见人爱嘅甜品。提拉米苏嘅原文系意大利文，佢结合咗 terrare 即系推 ，me 即系我，同 su 即系向上。串连埋一齐，意思大概就系提神，所以食咗佢之后真系会醒神啲噶。以后一听到呢个名字就会谂起奶奶为咗新抱恢复精神而用咖啡等等嘅材料发明呢种甜品啊！好啦，今日嘅糕点小故事就讲到呢度，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见啦。